靠。哎，网络不顺呢，弹出来了。为什么都会网络不顺呢？空间不足，也会影响呢。要重新进入啊。有网络，但是遇到不顺了，它跳出来，弹出来，或者是声音断断续续。你看，现在怎么变没有了？啊，按到旧的哦，它怎么显示旧的给我们点呢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网络不顺了，要弹出去了。有华宝都要珍惜呀、啊，得来不易呀、济公活佛救世真经。指点路一条，千万年有，未闻真经受有缘名师。开会上去，佛经说破朦胧语，离旦二六十首一，五气朝元一际灰，莲花座上会丹池，真者本罗汉，上六金身照世间，既人醒世归依安，心明善难宁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之点化脱苦之，邪治中庸病，形成法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应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正四明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？过勿惮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志龙及公讲，至今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送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。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内不缠，便安宁。无路前言亨利贞，纵使佛佛经，不会双增长。纵使佛佛经，主身得安康。诵念佛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王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生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《济公真经》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真菩萨同赞曰：“济公活佛大慈悲，回救九六众年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”济公活佛曰：“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。”确保和切除邪魔永消灭，真诚诵此经，故经收经典，功德无量无边，保佑康安寿延年。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。
就让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清，云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悟歧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说缘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点中序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浮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只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替超生，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除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不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执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朵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宝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引领三十六元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脸红华显神通，舍起照旗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普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道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颤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两遍得超生，只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十叩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李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黄正二，信女侯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
公转臣，公转臣，公转臣，为相于天地，为相于天地，为相于祖先，为相于祖先，为相于祖先，为相于父母，为相于父母，为相于子女，为相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佛佛，济公佛佛，济公佛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是守自导，是守自导，是所自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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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各位莲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谢谢王姑领任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禅师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护回向哦。晚安。哦，感恩啊，好，护领任师兄，晚安。哦，很优秀，前贤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感恩哦，感恩，感恩护前贤师辈，感恩。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啊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前贤们晚安，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。